告诉你我想说，有时间就不必今晚我要打个闹钟。
说艳压的事情。那你夸张了。对，干什么？端午节啊，吃粽子啊，就感觉穿了一块布在身上。哎，我挑战者联盟12期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漂亮的衣服，今天穿怎么样？天哪，没是端午节吗？你们家卫生纸这么多啊？但是今天真的特别开心，特别开心。Yeah. 谢谢大家。你们俩已经唱到底成干了。因为有春春啊，然后挑战者联盟他从来都没有来过，然后我就说有一场演唱会，我说可不可以一定把春春请来，这是我可以跟他在台上圆一个梦。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好朋友，但从来没有一起合作过唱歌。对，第一次。对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我有心动的感觉。啊，我有心动的感觉。有吗？有吗？我是觉得很美，非常美。对呀、啊，怎么聊成这样了？不不不，别这样。其实我很少跟别的演员。很少，不是歌手跟演员唱歌。没有，歌手我很少。对，就是自己真的很喜欢，自己真的是很好的朋友，我才会来。对，所以特别感谢春春，然后来帮我助阵。这个春春，我觉得我会赢。当然，就会赢了。然后我会赢了，不要。对啊，然后你还有输赢。我们你看这次，没有，我们要跟没门的人去 PK 吧。对啊，对啊，当然。那我们就有请我们挑战者联盟的所有成员和他们最好的朋友们。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。